我们要恭喜 Fun Plus Phoenix 这房子面牛都控制住了 Scott 倒了，我还是一样说几句，就是最后说几句，千万不要，千万大家不要轻易，我们大家心情我们心不能慌，我们整个团队赛季赛的时候还是一条心，大家就是要当最好的兄弟，一起去向冠军去冲击，好吧，千万不要轻易啊、哦，我们可以，你真的可以。接下来的第二场比赛将由 EDG 对阵 BLG 平安。三二一，举手。又要进入到拼惩戒的残酷局面，微微这个时候哎一箭射死了打野，但这边团也没开起来，微微也倒了，但是最终 EDG 还是拿下自己揭幕战的首胜。这是我听过冲锋区看到有人过来，这种规则现在还是很猛吗？我听到很多还晕下半秒吗？看一下这边，哇、哎、这边双杀，直接一个 double kill， 大女都不开始喷起来，我只能说这个女双太秀了。一波计划，奥拉夫到战场，先给蓝惩戒两下、三下 ，Pentakill，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诸神又到，黄昏之时。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有多么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别人，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团队作战 ，team， 好吧，互相提醒，互相帮助，要像一个团队一样去作战。一二三 ，team。今天这场比赛将会是由苏州 LNG 对阵 EDG。没隔着龙坑，这边前面有提前亮了一个视野，是两个非常精准的鱼钻想闪过来，两秒一秒 Q 了 ，A 直接跟上，把阿乐给单杀掉了。而且还用火龙来挡枪，是的，来挡 poke。轮子大刀直接给再加一勾 ，LNG 应该是直接被秒。让我们恭喜 EDG 击败掉了 LNG。也看看怎么踢。来了，推到的话 ，Q 啊 Q， 漂亮，好推啊！我们恭喜 EDG， 3-0战胜对手。任何一个结束都是新的开始，就像是我希望每一个失败都是我们下一波胜利的开始。这里是2020英雄联盟全联赛夏季赛。总决赛的比赛现场，一个打到进，哗！这边直接被指导了，对面，对面人中开个近身战，进